然后一点女生还可以玩很多，我除了拿来像这个剪刀石头布的，也有拿来当骰子的，也有拿来当什么，有没有当骰子的，也有拿来当那个刚刚的宾果游戏的，好，所以其实你可以玩很多。那我们来看看，剪刀石头布很单纯嘛，是不是三个里面挑一个，所以这里面会学到什么随机。哎，我要怎么样才能够产生随机的？第二个，我的图片，来，我先用模拟器给你看。我如果可以，我都会尽量有模拟器的版本哦。好，你看我模拟器的版本，底下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这个是搭配按钮，所以我的烧杯这边我就选择按钮，有没有一个叫做按钮行为？哎，在这里，你看我把执行。哎，还没有跑出来。好，执行。哎，我们要猜拳的时候，不是要先大家都有九条状吗？所以在这边是先做动画，播个声音，然后呢按下去，有没有猜出拳？我们平常不是这样子吗？对啊，按下去是不是猜出拳？这个就重来，只是我没有再重播一次声音。哦，按下去。是不是就出选了？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学到一些跟程式有关的东西？好，所以我每次出选是不是都会不一样？啊，那有了解？所以我们就是要来玩这个喽。那你可以把刚刚那个做一个改进，你要不要用这个都可以，你也可以用什么？刚刚那遥控器也可以啊，啊，也是可以的。所以我现在呢，把这里先停止，你来这边。你试看看用按钮轻微好了，反正这个你没有用过，这就是网页上的按钮，好，就是网页上按钮。现在呢一样，这里就丢掉了，这里就不用了，只保留硬体的部分就好。好，硬体的部分，那你刚有看到剪刀石头布，你要先把什么剪刀石头布先画好，所以我要先来做一个动画咯。你来这边发光元件 LED 电极阵，做一个动画，嘎都九桃算。好，做这个动画，你可不可以用刚刚教的这个代码产生器？可以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要一个图形代码丢进来，我要显示这个，但是我只要后面这个就好了，前面不用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它就是一个代码，三个嘎都。九桃状，三个文字栏位在里面，哦，就是文字的这在里面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剪刀，剪刀，请问剪刀要怎么做？剪刀有很多种方法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直接要写中文也可以。请问这一笔画应该不会太难吧？这样可以吗？对不对？那你也可以真正的自己画一个剪刀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小朋友就有很多的创意咯，这是大人学不来的，很讨厌，大人都只会做跟我一样。多了一个，这里，这样，这样是一种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细一点的，也不一定要上下的，你也可以左右的，反正自己设计啦哦。好，我就有一个，我就把它放过来贴上，这样子剪刀就有了。石头也是一样，布也是这样，但是呢，我会建议各位，我们写程式，这要问一下我们同学，你写程式的时候，你会做注解，知道为什么要加注解？因为自己写的时候虽然很高兴，终于会了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不管是你自己写还是别人写，隔一段时间之后你再来。没向下，没下上，跨我，所以八个有没有注解？有，按右键，来，你按右键不放，有没有叫加入注解？所以呢，这个如果你希望它看得清楚，多一个问号的，对不对？点一下，哦，这是剪刀，这样有了解。你有注解，是不是以后再看会比较容易？好，你可以像这样，然后你再做石头，
石头也有同学喜欢做这样计量，这样也可以啊，不反对啊，反正你做得出来都好啦，就怕你不愿意花时间去试看看的。这样也 OK 啊，石头的石啊，还是你要再大一点。这边坐过来好了，石头的石，好，我也复制一个拿过来，啊，一样注解那些就给你自己做啦。好，那布呢也是一样，你要用手当然也可以，好，你要画一只手也 OK 啊，你要直接布也可以，其实布写中文也还 OK 呢。就是它虽然字啦齁，那个字数没有办法很多，但是其实还是可以做一定程度的中文。好，复制拿过来，那你可以自己先 play 看看哦，看看你们家剪刀石头布这样有没有动作太快的，就把它怎么样稍微变慢一点，这样可以看得比较清楚。所以我们刚刚这样子是不是就把动画做好，那你要播个声音你就可以自己播啦，哎，要不要加上这个声音就看你，所以你看我把那个蜂鸣器有没有，这样就可以玩比较多，蜂鸣器跟我们的 LED 眼矩阵结合起来，有视觉有听觉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哎，这样好像比较丰富一点。现在我们再把这个逻辑的判断加进来，如果怎样就怎样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因为我现在要搭配按钮，所以我希望说这里看到这边，这里我先放旁边，你加当我按下哪一个按钮做什么事情，哦，按下哪个按钮做什么事情，所以我先来找，因为我们刚刚搭配的是按钮的行为，所以你看左手边，左手边有没有个按钮行为，好，你要看，哦，我按一我就抽出来，好，就来这边抽出来，我按二做什么，就是在放在这里面。那么重点来了，我不可能每次猜拳都是出一样的，所以我们这边要学会一个随机要怎么做。随机，那因为要做随机，所以必须要指定一个什么变数嘛，所以我们来上面看一下，你看这里我有没有设定一个变数取得，因为你把猜拳当做一二三嘛，这样就比较简单，对不对？从一到三是不是随机取一个？那我们找看看这个在哪里，第一个变数，变数你找到这里左上角变数，现在呢我用第一个拉下来，告诉他我要设定一个变数，那这个变数呢你可以在这边，因为我现在都没有其他变数，所以你可以直接重新命名或者是建立新的都没关系，按一下有没有跳出来，上面这里有没有跳出来了，好，比如说我叫做 X大小写没有关系，哦，不是它没有关系， Java 是有分大小写，但是我们这边如果你用小写，待会反正它自动产生是小写的，好，如果你要大写的就用大写的，这样了解 OK 有没有，我现在设定一个变数 X 它要怎么产生出来，那随机也是程式的基本功能，所以你找到基本功能里面有没有叫数学式，跟数学有关系吗，往下走，往下走，应该是倒数第二个，对，数学式里面倒数第二个，把它丢出来，也就是这个数字呢，它会从一到三取出一个。那我就是按下按钮一的时候我才抽嘛，因为我每次按下都要抽不一样的，所以我是这个事件触发的时候，我才产生一个随机的值。接下来我们只要在什么？只要在我们的这个 LED 点矩上是不是显示那个值，对不对？把那个值的相对图案显示出来就好了。那我们先试看看，我们把那个数字显示出来，来，怎么样显示？是不是 LED 点矩阵？对不对？ LED 点矩阵是要把 X 显示出来，但是 X 请问现在是什么类型？
是文字还是数字？它应该是数字吧？对，所以你不能直接显示 x， 你要告诉它什么？哎，我现在要显示的是一个数字这个类型，然后呢，它不是99，而是我刚刚设定的变数 x， 这样有没有正确？所以你这个如果少了它，哎，很抱歉就出不来了，因为它不知道这是什么类型，就没有办法帮你做转换。好，我们先测试一下就知道了。来，现在它一开始会做动画，没有问题。哎，我看一下。好，可以来看，再重新执行一下。有没有开始做动画？播一个声音。现在我按下一。按下一，哎，有点卡住了，重新执行一下。好，按下一，有没有抽出三？按下一，是不是抽出一？是不是都不一样？你每次按，它会抽出不一样的。待会我只要把它对应到相对的图案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先试看看行不行。现在就来把它真的对应一下，那这个又牵涉到如果怎样就怎样啦，有没有看到如果怎样就怎样？哎，但是这里有一个小技巧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这边抽出来会在这边闪？有没有模拟器这边在闪？哎，怎么样才能够让它闪？我们刚教的里面都没有教你怎么闪啊，因为就是一个有一个没有。一个有个一个没有，是不是就会闪动了？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你看看这里，怎么叫做没有？重设，有没有这样叫没有？所以你知道没有代码是多少的吧？所以全部都是零。嗯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边有没有在这里播动画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样了解了吗？好，所以现在我回到这边来，我们要逻辑判断。帮他判断一下，所以基本功能里面逻辑如果怎样就怎样来丢出来。我们现在有三个状态，有三个状态，所以这个一个不够，来齿轮拿出来，齿轮把它按出来。现在如果符合这个条件就做什么事情，否则如果有没有第二个条件？但是我们有三个条件嘛，所以再加一个否则，就是这三个上面两个都不成立的时候，我就执行第三个，就执行第三个。好，所以等于我这边就把它丢进来，丢进来，丢进来。好了，现在那条件怎么判断？条件一样在逻辑里面，有没有第二个？第二个，其实老实讲，写这一段用积木是很累的。因为如果你会打的，就等于又大于小于嘛，哈，所以把这个把它丢出来。如果我们加的 x 就是这个，我用复制的。如果我的 x 等于一，我是说相对写一道剪刀。那后面这个是不是数字？数字你可以找数学式里面，这里有数字。你也可以借用人家已经出来的这个数字也可以，这样也 OK， 有没有？如果我的 x 等于一，我就来做一个动画，做一个这个动画，只要两个就好，就是剪刀加上什么？加上一个没有嘛，全部都是零的。你可以来这边直接抠什么？我们这边代码产生器里面的比较快，把它贴上去。这样我的第一个条件就有了，所以当它等于一的时候，代表它出剪刀。我这时候就不要显示它的这个数字，就直接显示它的图案。那一样的，这个条件可不可以复制？条件也可以复制哦，我把它按一下复制。所以当我的这个等于二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显示石头？所以这里复制，我就把石头拿下来。好，这里我还是把它设慢一点的，不用那么快。
段三毫块，最后不等一不等二，就只有等于三嘛。所以你也不用告诉他等于三，反正不符合这个条件的时候，我们就请他帮我们把布绣出来，这样程序就完成喽。这样有没有觉得逻辑的概念就有了？虽然 blog 里面只有一幅这个而已，好，它没有什么那个其他的那种比较复杂的坏了啦，或者一些其他的，但是基本的还够，所以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，我们来测试看看喽。好，哎，有，看一下。好，现在这样子有没有？然后就按一，这是显示相对应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再试一下。这样我就进来了，点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声音还没播完，所以它就会继续播下去。有没有？这样就可以有闪烁的效果了。因为这样你可以很明显知道，就是那是抽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跟刚刚做动画是不一样的。好，当然如果你想要让它完全能够重完，你就可以把上面这一段再怎么样，做在一个按钮里面嘛，我就可以设一个重来。他就重新的准备剪刀石头布，这样就不是按下去马上就出来。好，这个是先让大家了解一下，你也可以这样玩。